这个在这里，没事。没办法，我的钱都在他手上。嗯，就为了要买房子啊，没办法，生杀大权，生杀大权。他买房子也不是你说要买的。是啊，他看上了那店面，就是真的蛮便宜的，在那个地段，信义区。你说现在租出去的那个？对，2000万而已，2000万出头啊。对啊，那现在卖就不止2000了吧？现在就不知道了，没有，他是为了急着要买。那时候什么时候买的？哦，3年前，哦，已经超过2000了。三年前那时候应该算疫情比较低吧？有人对，就是有疫情的时候，疫情后期。可以，后期还前期的时候。欢迎光临，请按门需要后。疫情先停车，有比较便宜。嗯，红大黑板，哼。哇，是我没连到的，这个没开了。现在怎么走？后退了。中正路，这也是转过去。转那条中正路。然后左转。看不到。爸用那个真的是很烂。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搞，然后就习惯用那个。左转中正路。